两个，两个。啊，要就是要主主意，自己说了。朱老板，要奖是多少啊？要奖是500万。哇！我看21多 price。来，我喊号，你喊号。要奖。我们喊号。钟菊芳，钟菊芳，钟菊芳，钟菊芳。OK， 他是无主机的歌手，自己来。哇！哎呀，是我啊！哎呀，钟一凡，你真哇，你真福气啊，你真福气。我们俩，哎，我们俩说，哎，我们俩中。以后下次还要做视频啊，改了哈，真难。几个人啊？啊，还有两个。啊，就两个，就两个，一个是郑俊芳，一个是郑俊华。对对对，就两位。对呀、啊，你多么福气呀、啊！哎，我真的福气了。5000元，5000块，那5500，人民币呢？不考你了，那美金呢？美金300，320，你看数学多么棒！抽了，现在第一是谁呀、啊？打开。啊？杨旭强。哇！杨碧强，你看我真的没有不港币，人民币5500，美金350是吧？刚才对的，拍照拍照。这一回我请黄太太，黄太太啊，黄太太请出来，恭喜黄太太，黄碧强太太请出来。哎，杨碧强，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杨碧强太太请出来，请。杨碧强太太，请出来，快点！对，你看，杨碧强多么爱他的老婆，保重。OK， 那杨夫人，杨夫人可以讲几句话吗？谢谢大家，这个谢谢大家，含金量很大。OK， 拿到10条。1、2、3、4、5。OK， 好，谢谢，请就坐。杨碧强，这个你要不要收起来？杨太太，这个要不要收起来？这个。刚才杨碧强同学讲了。一共有23位，是不是？23位同学写作，有的呢一次写一个，有3个，有2个，有的有写诗，有的有写文章，大家都很热情，这个事我一定补充，谢谢。那边因为我们刚才吃的太饱了，很多都忘记了，对不起。趁着这个艰辛的时候，我再讲一个笑话啊。刚才大家吃了猪蹄没有啊？猪脚，
因为我们班中这个微信群里头啊，在讨论，说家人说被中掉，啊，有人说什么什么中掉，我不知道。但是我记得周祖维呢，特别喜欢吃猪脚，问他为什么？因为他姓朱，啊，这是一个。完了呢，如果吃了猪脚以后啊，那个卖拐杖的店呢，全部倒闭。为什么？因为周祖维呢，吃了猪脚，他请我吃饭的时候，点20份猪脚啊，信吗？大家信不信？没有人相信的。我跟你们讲，他在韶湾登灯霞山的时候，健步如飞；山下游的时候，到诡异这个叫什么的丰都城的时候，他爬山也爬得很快。所以大家要多吃猪脚，是吧？我就先去讲一句话。点名单出来了，第一个是安慰奖，安慰奖有先转过来讲话了。这个第三奖呢，有5个人，第一个张丽美，在广州的，委托梁碧强，等一下。他没有委托我，我委托谁啊？啊？我不晓得你委托谁，你拿了很多广州朋友，你处理吧。你不是在广州？第一个张丽美，哪个？第二个是李法治，福建福州的。第三个张翠兰。第四个邱慧娟。邱慧娟。你得到第三奖了。第五个奖是我们为了第十三次联欢联欢，那么大家很有感触，把心里话很想把它掏出来，那么我们这里呢也接纳了这个弄成大家都拿到的那个一本书，是吗？那么大家可以看出他们是很诚心很忠心的把这个我们奥斯几十年来啊，60多年来啊，啊，跟那个同学感情啊，把它发表出来。所以说呢，有我们就把它分奖来处理。那么现在是第三奖，是我公布了一个张丽梅、李法治、张翠兰、邱慧娟，还有一个陈美士。哎，请大家。哎，这个你的我代理。那好了，有点代理，谢谢。第二奖呢？来，你先吧，好。我啊。嗯。邱慧娟讲几句话吧。谢谢大家。那一句话没有两句话吗？他真的说一句话。张丽美，李法治，我李法治，他带领。哦，陈美芝是花功夫写的。恭喜恭喜！谢谢。第二奖，赖群正。一凡，你先来。一个，一个，两个，还有一个吗？还有一个可以放在那边。自己的。我知道。打断掉了。对。还有一个。对呀。两个吗？不是。还有一个，他叫做这样叫钱立明。钱立明，我带你了。钱立明，很多人要带领我。我要跟他拍拍照，对，很感谢。
谢谢，郭玉洁，你听着啊，你看着啊，有你的份儿不？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一等奖，大家猜一猜是谁？我看大家心中有数，猜了，猜对了，祝主任有奖。 一杯阿波头，谁呀？郭姓郭的，住在北京的。郭玉洁。郭玉洁，对了。对，郭玉洁，你赶快报告给他，他现在在市里，你知道了，他获奖了。玉洁，恭喜你。领不领了？领不领代金？ 跟嘴巴走，爸爸，已经住在新加坡了，在这里，毕竟恭喜你。蒙布朗，蒙布朗，啊，跟他们说一声。诸位，你可以解释一下吗？这个奖是特别的蒙布朗，钢笔，特别的。 感谢爸爸，我了。我代表郭玉洁领取这个一等奖，我也很光荣。谢谢大家。<笑>另外呢，借此机会啊，北京同学好多委托我向大家问好，他们不能来很遗憾，但是呢，心情呢都非常想念大家，希望明年他们能够到巴黎去。好。还有。 我的经理就是买票的经理，跟我买票，所以呢，我的这一位同学呢，我很了解他们呢，这个其他的同学呢，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有三四五六个同学，其他同学呢，都各自在那个网上买票，那我这个负责的这一位同学呢，是比较坐轮椅的。 有五位，变成有一半坐轮椅的。那我们呢就在那个出场的时候，哇，浩浩荡荡的，有一女的两个推出来。那为什么呢？那一天呢，正好香港打风啊，八号风球啊。那我们都很担心会去不起飞，因为晚上两点一路到第二个凌晨，就是我们17号12点都是。 挂那个八号风球，那我们的飞机呢？没有停飞，没有延迟，还是照样9点15分起飞，怎么办呢？天天照顾啊？怎么办？又没有测量哦，你八号风球呢？全部车都停止了，那我们呢？怎么去机场呢？哇，这个同学呢，很近很，所以呢，有的同学呢，本来呢可以坐。 40分啊，40块的机场巴士，就到的时间也很难，早班也是很难找。的士呢，请假啊，为了这个经济舱啊，本来呢经济舱的费用呢300块，几倍，600块，那我们的同学也照样给，因为呢我们要参加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很难得能够在一起，啊，所以要谢谢。 鼓励鼓励，看我们真的，我们是非常的艰辛的啊，从香港从主楼啊，就这样啊，就这样为这个冒着这个台风啊天气的恶劣的，就参加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聚餐，准时到，对，所以谢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的经历，好，哇，这个。
香港主要由广东来做后盾的，他们八号空球飞机照样会准时到达香港吧。我们广州的应该是7:40到，结果我们晚点了2个钟头，让给香港。另外呢，到了以后我们又，因为我们非常盼望这个火焰好啊，哎呀，我们在飞机场又等了5个钟头啊，他才来。所以呢，今天应该和演好，刚才出了2个节目，大大的不够，对吧？希望呢，大家呢给他鼓掌，再出个节目，好不好？好，谢谢。再次的跟大家聚会，我这个是，觉得是我们好像我们在看里面主一些的情缘，这个是分不开的。Yeah, 因为我们有缘，所以我们来相会。谢谢。其他的不在场的阿美强要由梁碧强代理。啊，都对不对？不对，一个谁猜得出来啊？一个愿打啊，是不是一个愿打？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个呢，周瑜是古如镜的时候，问谁愿意？所以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结果黄盖站出来，我去。周瑜怎么说呢？黄将军，年老大老，老迈年高，老迈就是年纪很大啊，年高嘛，老迈年高，所以呢，黄盖呢原来是卖年糕的，知道吗？啊，所以。这个是上过，听了上过那个厨房那个豆腐呢，给烧坏了啊。那么《西厢记》里头，我讲了司机师，我70多年前从《生活报》翻下来的，现在也记住那个什么字呢？待曰西厢，待就等待的待，西厢西厢记了，议事公把这个待等待的待旁边那个事去掉，议事公那么算命人了，对吧？张生不救去求中，就这里头把救把那个救你去掉一个，变成什么呢？文，对吧？崔英，崔是却加其位，崔是怎么个写法呢？三字头一个加，啊，是却加其位，那么剩下一个三字。反怨红娘，红娘是崔英的丫鬟。也本来是张生跟崔英的牵线人，反怨红娘不用功，红字下面把功字去掉，放在上下面，这个整个安徽的徽，大家看看有没有道理啊？待曰西厢议事公，张生不救去求中。崔英是却加其会，反怨红娘不用
公，安徽的徽，我名义就是这样子。谢谢大家，谢谢你。徐生主角，我张仲奎同学，
的呼应，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好，谢谢李正，拜拜。